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朕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袭一等功，授吏部尚书，并监管理藩院；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镇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谢主隆恩。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不公之臣啊。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苏武，有何指教？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啊，应该的。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请皇上翻牌子。皇上，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皇上，哪儿来那么多话？皇上，太后来了。快，请太后进来。这，太后万安。给皇额娘请安。天热。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哀家吃着不错，知道你还没睡，给你送一碗过来。多谢皇额娘。
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第三蜜居的爽口。来来来，